家好，又是一次素颜倒计。我是小坚果，我是蘑菇。然后我们俩现在是早上起来的状态。然后今天这期视频是应很多小伙伴的要求来做一期互相化妆的视频。接着蘑菇妞给我来化妆，然后化的呢都是她平时喜欢的一些妆容。就是我日常用什么，然后怎么化，我今天就都化在小坚果的脸上，然后看一下效果。然后下一期视频你们就会看到她给我化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现在开始。然后我俩现在就是，我俩现在都是就是已经护肤完的状态。然后呢，我先给他用我很喜欢的这个 primer， 就是用手。然后我一般也是两颊用的多，然后像嘴角这种爱起皮的地方，这你跟我有点互动了，那行。然后呢，我选了我的粉底里。比较白的就是这个 Bobbi Brown 的 1.25 的色号，这是蘑菇妞最喜欢的粉底。对，然后这个颜色是 Cool Ivory， 所以应该就是还行。然后我的上妆工具用的是我新买的新宠，是这个，就是 Emma 和那个 Regina 都推荐的那个超市的开架，然后它就还挺弹软的那种，但是它就超级大，沾了水之后，我的脸已经够大了。也都点在脸上，然后就疯狂的拍他的脸。那我的色号给他用还是稍微有些黄，我觉得这颜色你还成，就是没有你平时的那么白，但是能就多遮住一些东西。然后下面遮瑕，它就可以用这个比较白的这个 vanilla。但是你没什么眼圈。来上我日常上这个哑光版的散粉，然后用的是一个这种火苗头的散粉刷。我把它倒在这个上，然后用这个切面蘸。我现在主要先给你，哎，等会儿我没拍开你的遮瑕呢。我之前关注那个 P 图，本来就很多可以 P 图。对啊，两边现在就是剩下的眉毛不太一样。其实我这边还可以，有点眉形，这边就。然后，现在我就要帮他画眉毛了，就是，这个是 Miss Teen 的那个眉笔，他有了眉毛就会好很多了，所以我先帮他画眉毛，来，重要的一步，我先帮他画，这边这边。深灰的还是这个棕的？都是。我好像还画过那这么的。但是你这边有眉毛了，我好像就不太好发挥了。眉根还挺粗的，给你补那个深的样子。这好像就是那种弯月亮的眉毛。我从来没有就是画到这么那种，我一般都还挺一字眉的。我一般都是稍微画个方。有点油的，我这个上点粉，他的话特别滑，就会对，就有点抓不住。下一步也是很重要的，
Dior 我俩用的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 Omega。 有了眉毛我就开心了，对，整个人已经不一样了。鼻子不直了怎么办？哇，重要的两步都已经进行完了。哎呀，我眼睛好红啊，因为我昨天3点多才睡。嗯，他去玩明星大侦探去了。对，然后玩完了之后又吃了个海底捞，所以我现在哇，我这个眼睛。然后下一步，眼影，我就要拿出我最近的新宠，就是这个。康康帝的这个四色我真的非常满意，就是这四个颜色就可以画出一个很日常很好看的妆。今天就用这个，我最近上班每天都是用这个。然后我还看弹幕有的评论说我们的那个眼妆为什么眼影都不带换的，其实我们都换了，只不过色系都差不多。对，都差不多。对，你看他就是喜欢那种棕橘色系的，所以他就会一直就是也买棕橘色系的，然后也用，比如说他之前的日落盘啊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还有包括南瓜盘之前的 YSL 啊，还有一些单色的我也买的都是这种。然后首先我拿一个蓬松的刷子蘸这个，就是反正一个灰了吧唧的粉色，但是我们两个的眼睛长得不太一样，他的眼影的可发挥面积比我要小一点，我感觉他有点害怕。这一步这样就是铺了整个眼皮，然后下一步用一个稍微集中一点的刷子蘸这个橘色，这个橘色看着挺饱和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。我出去了鼻子，然后呢就是后半段从眼尾往前，戳着我眼睛里。然后拿晕染刷晕染一下。其实我一般画的时候就会把边画得很虚。然后下一步，用一个更小的刷子蘸这个深棕色，然后在眼尾就双眼皮内褶的地方再画一下。再晕染，然后后半部分就是这样，但是它的这个提亮色也是纯哑光的，我觉得日常又有点怪怪的，所以我配了一盘这个爱丽小屋的樱花盘，它里面就是我感觉颜色也很实用，主要是有很多我没有的珠光色，然后眼头，而且我觉得就这种大亮片的珠光色用刷子不好上，就其实用这种小海绵头很好上。虽然说不该用韩妆，但是这盘是别人送我的，那我都已经有了我就用啊。然后用一下那种贼闪的闪片。这块我最近很喜欢这个闪片，是有那种波光粼粼的，像接了那个大片眼影的那个感觉。哎，又掉了，咋回事？然后稍微行，眼影就是这样。然后眼头提个亮，然后下一步呢，我一般是先夹睫毛然后再画眼线，要不然我觉得眼线容易被睫毛夹带走。哇，给别人夹睫毛这个动作，我太害怕了，我也不太放心。下面画眼线，我俩的眼线产品是一样的，这个，哎，我就没看到这个，很难画的特别的顺的线条。好，然后下面刷睫毛，我就要给他用这个怪怪的小梳子了。啊，画的不错。Look at this.
一切都是报应。哇，好翘啊，姐姐们。我还觉得我睫毛少呢，挺多的。然后是修容、高光和腮红。修容是他给我的这块，我觉得它中间的这块的颜色就很中性，很好用。然后我用的是这个 Tarte 的大刷子，因为我觉得它特别松散，能刷得很自然。就拿它的一侧只占中间的这一块，然后把占的这一侧放在上面。但是你其实不需要修多腮的样子。脑门已经很小了，不要修了。然后腮红用我最常用的深喉，我觉得我比你看还行。我也这么认为，不是一个搞笑片。我一般都就是站一站，然后再往手上站一站，这样避免猴屁股。是我最喜欢的环节啦，高光用的这块，我最常用的 Moonstone， 它真的很好看，很好看，尖尖。哇，你这个地方太短了，就是会上到眉毛上一点。我这个地方就会，就这个刷子刷过去，就这一块都就是都是需要高光的部分。你也需要用尖尖上。下巴就不给你上了，给你上点脸吧。口红，我给你上哪个呢？上我最常上的 PB， 一猜就是。我抹了护唇，嗯，很好。然后我一般就上个心儿，然后用手。我上颊上了吗？好，蘑菇的妆完成了。看看，嗯，我是不是得把头发放下来？像蘑菇吗？有点像你。化什么妆就像谁了是吗？主要眼影就是很我。长脸版的我，嗯，长，我是小建模，当当当当。好，然后那时间关系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。嗯，哎呦天。然后如果想看小魔果是什么样子的呢，就请期待下一期视频吧。嗯，不要忘了给我们投币。